嗨，我是 Alice， 今天分享给你们豆芽炒韭菜的做法。这么做美味又健康。把韭菜洗好切段，装盘子备用。把蒜切碎，豆芽洗好备用。把锅预热，放入一勺椰子油，等油融化以后放入蒜末，十三香炒出香味。放入豆芽翻炒几分钟，加入少许酱油，翻炒均匀，放入韭菜，翻炒至断生。加少许麻油、盐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